镜周刊报道，亲子美食作家番红花、王碧珠跟孩子一起读书、吃饭，也一起追剧，烧得一手好菜的她，挑选日剧主题都跟吃的有关，有些画面拍得好吃的不得了，大把大把的放火燃起她的料理魂。无论以餐桌或厨房为场景，拉出家庭亲子人际关系，或是送赞独自吃饭的美好，日剧带领观众踏上忘却烦恼的美食之路。从不间断，番红花认为日本人实在太会拍美食剧了，让观众在好好吃的日剧里尝到了慰藉。今年春节长达9天，家人齐聚一起时，想打开电视，跟料理、饮食有关的日剧很适合合家观赏。番红花特别分享5部私心喜爱的日剧，跟着一起追剧，多谢款待，孤独的美食家，过度保护的家穗子 Bambino， 料理新鲜人和忘却的杏子，让眼睛和心情都尝到美味。延伸阅读，